嘉义县国际同济会伫现任陈世文会长的主导之下，为着配合国际总会，儿童决定未来一年度主题，伫双河国小王钦特校长以及家长会托国际会长共同促成，并且以双河国小幼童军社团为主体，伫儿童义诊台的见证之下，成立童幼社，以扩大对儿童的服务范围。国际同济会为着实现照顾儿童第一优先、落实关怀儿童无怨佛界的目标，世界总会更将儿童决定未来列为2012至2013的年度主题。同幼社今年首度由台湾总会兼自称总会长引进台湾，双河国小幼童军社团配合嘉义县国际同济会成立同幼社。同幼社喜欢同济会的最小的组织，但是这个组织可以由同幼社变成同青社，再由同年社、同年社再成立为社会的同幼社、同诶同济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希望同幼社能够学习到同济会的精神，一步一脚印，然后能成为将来的社会中心，服务人群，照顾更弱小的团体，或者是对社会社区的贡献，也希望。这个社区，这个同幼社将来是同济会的中间分子。最主要是感谢同济会嘉义县分会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这个社团目前是由我们同军团的一个成员，希望他认识国际性的社团。那大家知道，世界同济会它是在世界性重要的社团，也刚好让我们学校在推动国际教育方面的一个主题的教学能够一定的契合。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结合，由大学、高中他们的同青社、同源社来带领我们同幼社的成员，让学生多认识世界性的社团，学习他们服务社会公益的这样的宗旨。为了让学生知影，身为地球村的一份子，服务社会以及人民，不只是家己的国家而已。为此，在嘉义县同济会推动同幼社组织之下，这次特别甲双河幼童军社团为主体，来成立同幼社，借此让学生了解同济会这个国际性的服务性社团成立的宗旨甲服务推动的重点。最新新闻，钟乃新、蒲主持采访报道。